和气道 这位是大韩民国和气道总馆长石汉在先生，石先生从事中国苦练而成，曾经游历各国，很少遇见敌手，因此他的成就已经超过九段，而现在石先生已经得到了金段之盛名。和气道的起源是集合了中国的太极拳、擒拿手、日本的空手道、柔道，还有韩国的跆拳道等，取其精华组合而成。 这是和气道正式考试黑带的过程。香港嘉鹤电影公司来韩国拍摄山东响马、铁掌旋风腿两部影片的时候，获悉和气道是世界闻名的武技，所以特派旗下女主角毛英、男主角张译、武术指导朱元龙以及其他几位重要演员一起参加学习和气道武技，承蒙池总馆长亲自教授。 而毛英他们都是武术高手，因此进步很快。在短短的四个月中，毛英他们已经考到和气道黑带，这是非常难得的。
这是他们正式考取合气道黑带成绩的证明书。香港嘉贺电影公司正在准备在香港拍摄一部纯粹发扬合气道武技的电影，也是由毛英、张译两位主演，同时已经邀请世界闻名的合气道金冠高手池总馆长以及他的高徒一起来港参加演出。